十年的沧海桑田交织在心头，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呐喊在胸口，红红的烈火燃过大地，血染的风采化作江山锦绣。五十年的沧海桑田与你度过，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几涛汹涌，在今天这个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企业选择员工，员工也在选择企业。你们到这儿来，就是说你们愿意站到我们朝晖电子集团的旗下。我不是自己想来的。你是例外，你想来朝晖集团也不要你。那么大家为什么要来呢？不客气地说，因为朝晖是个优秀的上市企业，人均年产值42万，人均年薪2-3万，股票市值50多亿，你们选择了朝晖，朝晖也要选择你们。只有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朝晖的人，只有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人，只有严格遵守朝晖纪律的人，才是朝晖所需要的。朝晖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着的，落伍的走出去，奋进的走进来。下面呢，将开始为期3个月的军训。我在这里声明一下，如果连军训都受不了的同志，可以随时离开这里，不必和公司打任何招呼。我看了一下，有些再就业的同志岁数大了点，但我仍然希望这些同志坚持下来。照顾是不可能的，朝晖不会对任何人降低标准。法西斯，哼！刘总，现在公司里有许多事情。马经理，你别给我强调理由好不好？完不成利润指标，你说什么也没用。我就问你要利润。刘总啊，不行啊，如果是这样，那我只好辞职了。可以，你有辞职的自由，不过我劝你慎重地考虑一下怎么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刘总，刘鑫跑了。什么？我刚才讲话时他不还在吗？是啊，我们把队伍带到操场以后，他说要去厕所，就没影了。你派几个认识刘鑫的人去找，先在场内找，然后在场外找。停下。走吧，哎，停。哎哎，刘鑫，出来吧。哎呀，阿毛，我又脱险了耶。哎，你怎么救我？陪你去跳舞了。跳舞啊？哎，上什么地方跳？随便随便。啊，快点快点。新耀城怎么样？好。记住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去年的600万贷款负荆请罪的。嗯，这戏一定要演好，
演好了呢，这600万的贷款一还，这新贷款又来了。啊，当然了，这3000万新贷款的事儿，吃饭的时候就别提了啊。你放心吧，刘总，给合作银行的检讨我写好了。没改公章啊？忘了，快去改公章。老帅，你就留在这儿值班了，记住啊，要不断的以各种名义给我打电话，注意掌握节奏，每10分钟左右给我打一次电话。哎，我不是什么都干不了吗？哎呀，你有完没有啊？我不是向你解释了吗？那些话呀，都是说给我妈听的。那你也不能老让我这么下不来台嘛。哎呀，好了好了，老帅，我向你道歉，好不好？刘总，章盖好了，给您。啊，好。这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啊！想当年我在天津骗了钱五爷28根金条，吓得我就从天津跑到了北平，我是东躲西藏啊！哎，如今你看咱刘董事长啊，几百万、几千万的骗银行，连个眼皮都不眨。哎，啊，老帅，你又胡说八道了吧？怪不得刘董事长老批评你呢，你这话是诋毁公司嘛？贷款是很正常的事儿。咋一到你嘴里就成了骗？咱董事长改造了你这么多年，还没把你给改造好呢。哎呀，你说我这张嘴呀、啊，他怎么就改造不好啊？哎，我这辈子总被改造来改造去，先被共产党改造，哎，现在又被你们这帮混球改造，改造的我都找不着东西南北喽。哎，你是骨子里抗拒改造吧？季主任，不跟你开玩笑了，我得干正经事儿了。喂，刘董事长吗？我是北京国际贸易公司啊，我们公司欠你们公司的那笔贷款。哎，老帅，你开什么玩笑啊？你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啊？我这车还没出门呢，你给我看着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电话。哎，是是，刘董事长。哎。妈，你真陪我做小商贩啊？也算是生产自救吧。妈62年就下过岗。妈，现在可不是62年了，做小生意也不是种菜啊。现在的机会啊，可比62年多多了。妈一直在想啊，看咱俩是不是合计一下，咱们可以开一个花卉商店。哪来的钱呢？嗨，想点办法呗，妈再帮你凑点钱。我要真有本钱开商店，我也不四处求人呢。奶奶，哎呦哎呦，刘鑫呢？刘鑫啊，你怎么跑来了？想奶奶了呗。哦，哎，刘鑫啊，想奶奶了。你八成是不是又闯祸了呀？没，我就是看不惯我爸的法西斯作风。哦，大姑，你不知道这个法西斯有多坏，一年到头的搞军训，变着法子的整人，今天竟然整到我的头上来了，让我参加军训。你这个小坏蛋，还说是想奶奶，原来是想逃避军训呢。刘鑫啊，大姑问你啊，你们军训人当中有大姑这样大的下岗女工吗？好像没有。哎，咋，大姑？你想到那个地方去上岗呀？嗨，大姑，我劝你千万别去，我爸六亲不认，今天在会上他还说呢，谁都不照顾，坚持不下来的都自己走。哎，盼盼，你还真想到元朝那儿去啊？我陪刘鑫看看再说吧，做生意我可真没本钱。啊，好了，大姑，你别陪我去，我可再不回那个地方去了，我看这儿不安全，我去投奔我同学去了。我说刘小姐呀，今天你可跑不掉，我这就给你爸爸打电话，让他把你接回去。奶奶，求求你让我走吧。听话啊。刘总，孙总，好。说心里话，你们今天很让我感动啊。这600万贷款只迟还了一天嘛，可你们又是送检讨，又是负荆请罪，还处理了自己财务部和相关的领导干部。你们实在是太认真了，和你们这样讲信用的公司打交道，我们放心呢。来，为你们的认真，我们干一杯。哦，不不不，金行长，让我们为我们的失信行为再次道歉。我呢，先代表亚中，自罚一杯。来，
哎呀，真是对不起啊。喂，哎，我是刘感动。哎呀，詹姆斯先生啊，哎，你好，你好。哎呀，这美洲的业务呢，你们全权处理吧。10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项目，我不早说了吗？你们自己决定。金行长，这600万贷款拖期了一天，主要是我的责任。为了这事儿啊，刘董事长发了我半年的奖金，我是心服口服啊。哎，我向您赔罪。由于是我的疏忽呢，使我们亚中集团的信誉啊，它受到了损害。刘董事长经常跟我们说，信誉就是公司的生命啊。是是啊，我一直认为信誉重于生命。你看，不重视信誉就等于自杀呀。不要认为只是一天，可是在信誉这个问题上，一天和一年没什么区别。一天是失信，这一年啊也是失信啊。哟，对不起啊。喂，哎呦，于总啊，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不过目前呢，我们还不需要融资，需要的时候我再提前和您打招呼。哪里，那是应该的，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好，再见啊。嗯，刘总、孙总，以后需要贷款你们继续来找我。好，为我们今后长期合作干杯。好，干。哎呀，奶奶，你真的不救我呀？到你爸那锻炼一下有什么坏处啊？你大姑不是也陪你一起去了吗？刘鑫啊，听话，别闹啊。军训完了就在你爸爸的工厂里干个正经工作，别瞎混了。哎呀，奶奶心好狠啊。听话。爸，我们走了。哎，妈，您回去吧。走吧。感动那么大个公司，就不能给你找份活？说是给我白发工资，我不能要。啊？盼盼，这有什么不能要的？我们自家兄妹，还客气什么？自家兄妹也得自食其力嘛。好，盼盼，自食其力好。哎，盼盼，你这样啊，你只要替我管好刘鑫，别再让他从军训队逃了，别再进歌舞厅啊，我付你一份工资。我先到你们公司去看看，陪刘鑫几天再说吧。好。元朝，61年可是你把我从建安煤矿接到你们家去的，那时候感动小还不知道，你是知道的。我真是要饭要怕了。陈总，现在像我们这样保持传统的优秀企业可是不多呀。刘总，您真应该去当将军呢。是啊，小时候我真做过将军梦。刘鑫啊，要我说啊，你爹对你够客气的，只让你来参加军训，也没有用皮带抽你啊。哎，我告诉你啊，你爹小的时候啊，被你去世的爷爷用皮带抽啊，抽得鬼哭狼嚎的。大姑，我爷爷还真抽啊。可不是真抽吗？那时候啊，那时候国家穷，我们家也穷，每人每年啊只发20布票。哎呀，你爷爷怕抽坏了裤子，每次要抽你爹呀、啊、叫你爹脱裤子。哎呀，太残忍了。谁要敢这么对我啊，我就跟他拼命，拼不过我就跳楼。所以呀、啊、你个娇小姐呀、啊、就知足吧，别生在福中不知福。怪不得我爸对我那么凶呢，原来是有遗传呢。这么多时间，你这回知道军训的厉害了吧？我得走了。等等，你要再逃了，你爸可要向我要人，我怎么办呢？等等，你这情报是怎么回事啊？啊，你爷爷他们都坐到市政府的贵宾席上了，你小子还一无所知呢。哼，还吹什么你爷爷最喜欢你？要是真喜欢你，能不让你迎接吗？可能是集体活动不太方便吧。不方便也得跟我打个招呼。哎呀，
刘董事长，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说服我爷爷给咱们做工作。我不放心，你现在啊就跟我到宴会厅赌去。朱老，你好。谢谢了。哎，谢谢谢谢。您走好啊。好。来，六老爷，总体安排就是这样。集体活动结束以后，您再多留几天。我看不用了，你现在是市长，太忙了。这事儿就不用你管了，我家的孙迪和赶豆在阳山开了个公司，哎，让他们照顾我就行了。那也好，反正有空啊我就来看你。好好好。哎，六老爷，关于修改阳山城市规划的事，汤书记见面和您提了吗？修改城市规划，汤平同志没跟我说过呀。没说过就算了。胜利呀，哎，我得给你提个醒儿，这汤平同志啊是一个好同志，求贤若渴，省委和老同志们对他都有很好的评价。你啊刚刚调到阳山来，又是他亲自点的将，可一定要跟他搞好团结啊。再说他和你父亲可是一对生死与共的好搭档。六老爷我都知道，等有空啊我再和你好好聊聊啊。爷爷。哎，感动，你们来了。爷爷，哎呀，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啊，我还说呢，等参加完集体活动我再去找你们。您还说啊？爷爷，您来了也不通知我一下，害得感动姐啊都批评我了。六老爷，你不会是嫌贫爱富吧？哎呦，感动啊，你还贫呐？我听说都坐上奔驰车了。哎，这算什么呀六老爷。六老爷，爷爷，我们现在走吧。好，我跟感豆姐啊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向您汇报。哦，好好啊。那刘市长，我今天晚上就请个假。好，你们去吧，记住啊，不能搞得太晚，也不能扰人家再喝酒了。知道了。放心吧，不会的。好，走了啊，去吧。好，爷爷，我来搀你啊。哎呀，慢着点啊。好，我们一直在等着你们呢。就是啊。再见。哎，刘市长，再见啊。姐，我们走了。你忙吧。再见啊，慢走。哎呀，累死我了，受不了了。哎呦累了，倒霉。大姑，我这有巧克力你吃不吃啊？哎呀，不吃。刘鑫啊，你赶快休息一会儿，下午还要训练呢。哎呀，大姑，你也陪着我跑，你不饿吗你？哎呀，顾不得饿了，我这一身骨头啊，都快散架了。哎呀，大姑，哎，大姑，哎，好了，刘鑫呢？等等我。哎，刘鑫，哎呀，大姑，就因为心疼你，我今天晚上暂时不逃跑了，好吗？哎呀，就你这个暂时，就让我不放心呢。哎呀，将军看，下面我们进行10公里长跑，目标大鲁山，加油站，阿猛站，一二。也倡导急行军吗？哎呀，上一次是倡导的，这一次也跑两次，每次就一个月。哎呀，我还有好多训练没跟上。快！哎呀，哎天哪，就是累。哎，你爹，这是训练员工啊，还是训练特警啊？哎呦，我们刘总说了啊，要用最好的体魄，最好的纪律，这样才能有效的参加市场竞争。哎呦，后面跟上！哎呦，我们歇会儿吧，大姑。哎呀，你看我的脚都起泡了。哎呀，大姑也没少陪你跑一圈啊，我这脚上早起泡了。我说我们爹是法西斯吗？哎呀，刘鑫啊，咱们回城吧。
这回大姑啊，陪你一块儿逃跑，跑回家和你奶奶合办的公司，开个花卉商店。太好了，大姑，太好了！等我们把公司办大了，我们大刀法西斯也让他来军训。对，大刀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对，大姑。胜利新来乍到，心思都在工作上，根本顾不上盼盼的事儿。盼盼和刘鑫只好跟我下海了，他们很勉强，我也很勉强。说心里话，不是为了盼盼的再就业，我真不会再这么折腾了。我毕竟65岁了，可65岁的母亲也仍然是母亲。盼盼虽说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可也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收养的。做母亲的，在儿女有困难时，哪能无动于衷呢？今天咱们这个董事会啊很重要，也就相当于刘市长他们那个市委常委会。奶奶，你说实际的，咱咋发财？别说那些虚的，咱又不是刘市长。哎，刘鑫，听你奶奶说，你可是你奶奶保下来的啊，要不是奶奶，你还得在你爹那个法西斯手底下军训呢。就是，妈，您说吧。我们这个甜甜花卉商社啊，今天就算成立了。下面我宣布一下，这法人代表和董事长是我，刘盼盼是总经理，刘鑫是业务经理。商社的性质啊是民营有限责任制，我的投资是10000，盼盼的投资也是10000。刘鑫，你爸支持盼盼姑20000，你盼盼姑不要，我就算作是你的投资，这样我们的总投资是40000。注册资金也是40000，对此大家还有什么疑义吗？奶奶，我有疑义。哎，开董事会要称董事长。好，你说吧。第一，为什么叫商社，不叫集团公司？太没气魄了。我爸的朝晖是集团公司，我小姑的亚中也是集团公司。第二，为什么我只是个业务经理，盼盼姑是总经理，我就做副总经理吗？副总经理多好听啊。好好好，我来回答你这两个问题。我们呀只有这40000的本钱，只能注册这小小的商社，不但不能注册集团公司，连公司都不能注册。第二个问题是，刘盼盼手下就你这么一个业务经理，他也是勉强叫做总经理，因此你要求叫做副总经理那是不成立的。而且我还要提醒你，咱们办这个花卉商社不是为了摆气派唬人的，而是为了帮助你盼盼姑解决再就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为了帮你走上正道。哎呀，真没劲，这么小打小闹的，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法西斯啊？我们现在正走在北京路上，北京路啊，是我们阳山国际商社比较集中的地方，很多著名的国际商社在这儿都有分店，还有派驻机构，啊。哈哈，唐平同志干得不错啊。这阳山呐，真是一天一个样啊！四老不行啊，困难和问题也不少啊，这以后就看胜利他们的了。哎，胜利啊，啊，你这个市长新上任，准备这3把火怎么烧？我烧什么3把火呀？我呀，就接着你们这些老同志手中的火炬举下去，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吧。好，好，好。哎，你母亲身体怎么样？刘老爷啊，我母亲身体好着呢。啊，她呀是我们家的老政委，天天教育我和我哥。前些日子啊，还把报纸剪下来给我看，还批示呢。此文重要，我认为值得一读。这个老太太呀，成了你们家的纪委书记了。可不是嘛，我呀和元朝都喊她老政委。好，好，好。哎，胜利啊，见到老政委，替我向他问好。嗯。好，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在经济上达到法西斯。我们一定要有雄心壮志，一定要有争做世界一流商社的坚定决心。马克思说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哎哎，我的刘鑫同志啊，说错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是马克思说的，是拿破仑说的。反正有人说过。奶奶，难道你不想当将军吗？你看奶奶还能当将军吗？反正我想。要不你把董事长和法人代表让给我吧，我带你走向世界。
要走啊，你自己走，奶奶是走不动喽。大姑也走不动了，真该把你们送到我爸的公司去军训去，训好了身体，你们就走得动了。你别说了，你要是不服从董事长的领导啊，我马上把你送到你爸那儿去，让你爸来领导你。奶奶，你看，我就是给你提点建议嘛，一点都不谦虚，谦虚使人进步，这个道理都不知道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咱们这个董事会啊，今天就开到这儿。这散会之后，我们马上要去验资，办工商税务登记，还要联系今后的供货渠道。为了方便我们大家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配备一个 BB 机，你们不反对吧？啊，奶奶，您看啊，您老啊又是董事长，又是法人代表，我看呀，不仅要配 BB 机，还要配个手机。不要不要，现在手机降价了，诺基亚81100才3000多块钱嘛。不买，我们刚刚起步，一定要艰苦奋斗。慢点好啊，慢点。好好好啊，请别请。胜利啊，这么多老同志到阳山来，机会难得呀，工作我看还是要做。做什么工作，汤书记？哎，你跟我装什么糊涂啊？啊，请孙老他们帮我们到省里改规划嘛。您不是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吗？您呐，还是别着急嘛。哎，我倒是不急，而是想把工作做到前头。啊，陈涛有个方案，您看过没有？怎么？闹了半天，你想把宝押到陈涛那个异想天开的构想上去？汤书记，咱也不能说陈涛的构想就是异想天开吧，连正副市长他们都觉得有可行性呢。老郑他们的意见我怎么不知道？您大老板一锤子定音，谁还敢说话呀？随意工作过的红旗煤矿好不好？刘市长也陪您去。啊，好。哎，陈老板，这现场得突击清理啊，准备搞奠基仪式。奠基仪式，北京和省城的首长还有各新闻单位都要来的。啊，到时候现场不准出现一点垃圾，要显示出你们良好的素质和优秀的管理水平啊。孙总啊，您放心，您尽管放心。好好好好。喂，啊，赶豆啊，哎，是我是我，我在咱们图书馆那工地上呢，啊，什么急事啊？哦，好好好好，我马上到啊。哎，陈老板，我事先可把这话跟你说清楚了，这个项目虽说是亚中集团的，实际负责人那可是我，啊，你心里有点数，甭跟我玩花样。孙总，我哪敢跟您玩花招啊。嗯，您都看到了，我们的施工人员进场了，我们的代资资金也进账了。说句不怕得罪您的话，我倒是有点担心您三彩甲供您的资金还没着落，您给我来一个烂尾。陈老板你放心啊，我孙迪个人的股票账户上就有几百万，身后啊还有那么多的大银行和投资公司，个个都求着我们亚中集团啊去贷款融资。哎，你就放心吧，啊，哎，走。干嘛？什么玩意儿？哎呀，我还当什么急事儿呢？不就是请顿饭吗？哎，这可不是一般的请客呀。你爷爷这个人啊是老正经啊，他动不动呢就是想当年。嗯，我呀就来了灵感，就想在套住那块地上做点文章。哎，那块地不是要抵押给合作银行吗？还做什么文章？正因为要抵押，这块地上要做点文章，文章啊做得红红火火，
才能多抵点钱进来。嗯，我是这么想的，在咱们那座盖了一半的大房子里搞点传统教育什么的，根据不同的年代盖上一些破房子，收集一些旧家具把它们摆上。咱们呀还要把当年用过的粮票、布票、豆腐票等等的票证，破衣烂衫什么的全部挂起来，让刘星这类的小混球和市内的中小学生们都掏钱来参观受教育。为了增加吸引力，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可以考虑弄点红军时代的土炮、贺龙起义时用过的菜刀一起展出。哎，等等等等等等，贺龙起义用的菜刀你也能收集到？哎呀，脑子又不好用了吧，你去找两把切菜的刀，做做旧，铸上复制品，这不就完了吗？谁又能说出什么？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爷爷孙立坤和孙立坤从北京省城请来的那些老头子都弄来做我们的革命传统教育的顾问。闹得好啊，咱这块地就压个高价呀，还能捞笔现钱，咱也就解套了呀。嘿，干豆啊，你可真有想象力啊。老弟呀，这世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搞传统教育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受捐款。比如前几天我大舅洗桑拿的时候，碰见香港的一个大老板，叫做陈梦雄，他呀可是个有名的慈善家呀，据说正四处忙着捐款，都捐到非洲去了。你说他要是一激动，他就捐个百十万的给我们，那我们不是白捞了吗？对呀，还至少发一点小财。你猜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的孙老弟呀，最大的好处还是要在东湖边上狠狠地咬上一口。你爷爷老不放心我们民营企业，咬死口也不管我们的事儿，咱就让他放心一回，陪他老人家玩一次想当年。老爷子一感动一激动，还不怂恿刘市长汤书记把东湖边的一号地批给我们。哼，我们呀可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多么优秀的年轻人，国家改革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身上了。这可真是一弹几鸟啊，兄弟佩服佩服。啊，这阳山呢是大不一样了，啊，可是这红旗煤矿职工的生活这变化，你看看，这可不大呀。哎，是，你们得想想法子呀。对啊，对。哎，老陈，哎，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孙书记。哎呀，孙老，你好你好。哎，胜利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陈矿长。你好，刘市长。陈矿长也是你父亲的老搭档，当年他也是和你父亲一起从安徽到阳山。十年前和红旗煤矿8000名矿工一起给你父亲送过葬。陈矿长，你能不能向孙书记和刘市长汇报一下啊，咱们自从解放以来有过多少同志牺牲在井下，又有多少同志死于矽肺病和其他的职业病等等。好，在井下牺牲的同志和死于职业病的一共是800多人，工伤致残的不下2000人，到我退下来的时候呢，需要抚恤的伤亡矿工家属就有1200多人呐。刘市长，听见了吧，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说，在和平年代里，红旗煤矿仍然进行着一场流血的战斗，42年来的伤亡是这么巨大。现在红旗煤矿资源枯竭了，有很多人吃不上饭，我们对得起历史吗？我们的良心不受责备吗？刘市长啊，你还说不急。胜利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汤书记，我觉得咱们不管怎么急，也不能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吧。我不想给后代留下一座花园般的城市吗？但是不行啊，我们要面对现实。陈涛那个方案行不通，市里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汤书记，您不是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吗？怎么变卦了？3天，我现在就给你3天，我就是让你啊着急上火。好，3天就3天，
三天以后，我向您和市委做详细汇报。有气魄，老陈呐，哎，你带他四处转转，我要给他再加深一点印象。说真的，刘市长，我真怀念当年和你爸爸在一起的日子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该知道。那个时候红旗矿是什么样啊？年产150万吨，干活就跟打仗似的啊。这我知道，我还记得当年给我爸爸送葬时是您打的钱。嗯，我呀就是忘不了刘存义呀，全矿的同志们都忘不了他呀。有的时候在矿上的小铁道上往前走，冷不丁的就会想起他，就好像他刚上井朝着我们走过来了。哎，你爸爸走得早倒也是好事，要是他活着看到红旗矿现在这个样子，还不知道会多伤心呢。陈叔叔，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矿井就跟人一样，有生就有死嘛。嗯，走吧，到前面看看。好。刘市长，改革开放搞了快20年了，阳山变得让人都认不出来了，可这里竟然欠了这么多的债。红旗矿从部里划给省里，又从省里划给市里，谁都当它是个大包袱。要不是汤书记做主，谁会接呀？是啊，汤书记有良心。我这心里就是搞不懂，这包袱是谁造成的呢？红旗矿几十年的积累都搞哪儿去了？不都在计划经济年代被国家无偿调走了吗？刘市长，你呀你得有点良心呐，要支持汤书记早点把咱们红旗矿的问题解决了呀。是的，陈叔叔您放心，红旗矿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现在我们市里正在研究，包括对这个工人新村的改造问题。您放心，我们不会让他以这种面貌进入下个世纪的。如果他以这种面貌进入下个世纪，不但是我这个市长的耻辱，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耻辱。好啊，说得好啊，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是你爸爸在世的时候常说的话。就这么个情况，孙老，你看看，这四处都是煤灰，又脏又乱的样子，他能搞什么科技园吗？不是异想天开是什么呀？是啊是啊，是有些浪漫了。所以，改规划的工作，我们想请孙老先帮我们做起来。只怕我这个影响力有限。哎，影响力小，还是有影响力嘛。那我就试试看。孙老，胜利这孩子的脾气和他爹一样，太倔了。那你把他要来，是不是后悔了？不，这自己的孩子，多敲打敲打就是了。我对他那是不客气。不过胜利这孩子也有他的优点，挺成熟的，不官僚。当了20多天市长啊，在下面跑了10几天，哎，连我都找不着他。这年轻人嘛，脑子活，指不定什么时候啊还能捅出个高招来。今天呢，我这是故意逼他呢。哎，这就对了。我说啊，咱们这些老同志啊，对这个年轻干部啊要关心爱护，哎哎，还得同时放手让他们干，不然的话，咱们这班让他们怎么接啊？是，哎，
哎，有意思啊！哎呀，大伟啊，下回再到香港，一定要通知我，我请你啊到我家去做客啊。下次来呀、要到我家做客，我的太太做的一手好的傣家菜。是啊。哎，老帅。哦，孟雄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小姐就是我们的董事长刘感豆，这位先生是我们集团公司总裁孙迪先生，这位是40多年前的老朋友，香港大成国际公司董事局主席陈孟雄先生。哦，幸会幸会。好，你好你好。哎呀，哎，这位刘小姐跟孙成慧长得很像啊。哦，你认识我母亲？哎呀，岂止是认识啊，我们是老朋友喽。孟雄，这位孙迪先生跟你也有些关系，你看他像谁啊？他是军管分会主任孙立坤先生的独苗孙子。是啊，巧得很。哦，孙立坤老先生现在也在阳山。这他也在阳山？哎呀呀呀呀呀！今天怎么回事啊？哎，老朋友都聚到一起了啊！哦，这样，今天晚上我们都去大巴黎，我来请客啊！哎呀，陈老，哪能让您请客呢？我已经把那儿的罗马大厅包下来了，请你们这些老一辈啊，好好的聚一聚，咱们就说定了啊！好。